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收看这支影片。今天呢，这一次要做的节目是抽时尚箱。没错，今天是3月10号，我们时尚箱已经更新了。那究竟更新了什么呢？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次究竟更新了什么套服吧。这一次呢的主题就是仆人套服，相信在每个人的这个人生的过程中呢，内心会有一种想法，就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女仆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吗？反正就是会有一个幻想吧，就内心会有一种幻想。所以呢，这一次风之谷就准备这次这样的套服给大家来圆梦。我觉得最值得抽的第二套就是这个扑通扑通的腮红，这个真的很适合。你们不觉得整个女生呢？你看，先拿掉，这样子看起来有点苍白，但是点下去之后，整个人都变得非常有生气哦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一套，这个扑通扑通，我的脸红红，应该是最值得抽的东西。好，既然看完之后，很多人会问我说，为什么不去看鞋子？因为鞋子都很烂。那上次呢，我们影片也有提到嘛，如果一组能够抽到一个翅膀，其实就算是平衡。那一组能够抽到一个以上的话，就算是欧洲。开始抽之前呢，希望大家如果觉得可能台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记得到我的 YT 频道按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每2到3天就会放一支精华影片在上面，绝对是值得大家支持的好选择哦。那我们事不宜迟，就开始吧。那我们出发，开始做做仪式。听说上一次我的剪辑师把这个鞋叫做老人操呢，可恶！让你们见见欧洲人的厉害。刚刚我已经把自己垫完了，来，战斗开始。第一抽，五福券、扩音器、蓝法券。哎，我刚是忘记我准备多少抽啊？啊，对啊，我们这次准备11组，对，只要有出现11个翅膀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，那么继续。第一组能不能出现一个翅膀呢？扩音器。哦，第一个翅膀来了，是什么？哎呀，居然是男生哦，很可惜。虽然说这次男女可以共穿，可是女生真的比较好看，而且好看很多。哎，有抽到就好了，至少第一组就有了。继续。我们第一组目前一个翅膀，哦，没错，那就在平均值之内哦。第一组抽完之后抽到一件男生的套服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抽。第二个是扩音器、手套、日抛眼镜。嗯，哎，他干什么消失那么久？整形券、蓝发券、日抛眼镜，有了，来吧！哎，太好了！这是我刚说第二套最好的东西。扑通扑通，我的脸红红。各位，我们抽到了。刚虽然说只要抽到上面那两个，可是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超棒，扑通扑通我的脸红红，它绝对是这一次超夯的东西哦，绝对是超好看。好了，那我们继续抽吧，剩下三箱能不能再抽到翅膀呢？目前已经抽到两个咯。哦，有了，拜托帽子。哎，怎么连续两个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虽然说我很想要这个，但是别来两个啊，可恶啊！惨了，我刚是吹捧吹太高了，结果他这次因为太开心了，然后又给我同一个东西。哎，各位，这故事告诉我们，你要吹捧可以，但别太夸张啊，不然就会有这个结果啊。好，我们继续，目前三箱是，哎，目前三个东西，哎，连三个翅膀，哎呦，这个是扑通扑通我的新斗篷。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特效还不错的那个斗篷，其实还蛮值得啦。连三翅膀算是非常欧洲哎，我已经好久没有经历过这种连三翅膀。难道我没有连四了吗？没有，我就觉得不可能那么好运。不过目前我们的目标都还没抽到，不过已经两项有抽到四个翅膀，非常的赚。继续，魂器，第三箱整形券，透明披风，美发券，整形券，哎，翅膀来了，帽子 ，yes。Yes， 我就知道抽时尚箱我是神。抱歉了各位，先抽到我现在想要的帽子了。哎呀，三组五个翅膀，哎，真的太好了，我目前跟鬼一样啊。好，哎，第三组我们才抽25箱，已经五个翅膀了，时尚之神就是我了。那我们继续吧。好，
哎、欸，对，我刚影片把自己电爆了啦，难怪干爹都那么欧。来扩音器，这个核心宝石交换，我再一个蓝法券。好了，三组抽完，目前五个翅膀，非常赚，非常赚。继续，第四组，喂、欸，翅膀来了，套符。哎呀，扑通扑通，我的新套符，我是不是已经快要把扑通扑通系列给抽完了、啊？我看一下，扑通套符，扑通翅膀，哎，这样。我、哦、第六个翅膀出现了，对，第七个，对，我们真的是抽的蛮爽，来了，拜托，套符，扑通扑通，我的新套符，等等，这是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，奇怪，怎么那么容易抽到一样的东西啊？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扑通扑通我的新帽子呢？奇怪，哎，不过还蛮欧的，各位，今天这个时尚箱抽起来感觉蛮好，哎，时间不错，哎，又有嘞。哇，完了！我刚刚真的把它吹太高了啦，就它一直来，怎么办？它一直来，好尴尬哦！扑通扑通，我的脸红红，已经三个了。我们继续，尴尬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套符吹捧吹高一点啊？是不是？这很扯。好，来什么扩音器？日抛眼镜。我们已经剩下二、四、六、七组，六组又八个。看能不能抽到我们要的这个套符、哦，来，日抛眼镜，后面突然不来喽，神士族，这是四个，还是蓝法券，透明鞋子，高级蓝法券，哇，刚那一组什么都没有哎，肯定是前面刚太欧洲了，我们继续，你来了，套符，哇，这好像是第三件了哎，扑通扑通我的新套符，哎，我真的觉得这扑通扑通系列一定是加倍啦。绝对百分之百是加倍啦，怎么都来他们的啊，很尴尬哎、欸，真的很尴尬哎、欸，这哎、欸、来了，拜托套符，耶、yeah! ！各位，我们的目标达成了，就说吧，我是时尚之神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，真的很扯，靠，我今天真是把所有我要的都抽起来了，好，我们继续，我今天会把所有东西都抽起来、欸。会不会啊？我现在是不是太乐观了？这个笑声是我哎、欸、来了，是什么？第四件了，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啊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第四件了？虽然说翅膀很多个，可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一直来呢？新套服。好，我们现在目前抽完还有几组？看一下，我们还有五组，决定五组剩下能不能把剩下的东西抽齐呢？来吧，我觉得目标已经达成了啦，就看剩下有什么东西还没有。还没有抽到的，我是觉得这个帽子，因为它如果配短发真的不错，所以如果能够抽到一次这个帽子就好了。对，哇，接下来这一组居然什么都没有吗？就一个时尚时装剪刀，蛮可惜的。那我们继续，我们剩下四组，难道刚太欧了，现在开始还债了吗？不会吧，还有38箱哦，来了，帽子，耶、yeah! ！天哪！说什么来什么，时尚之神，时尚之神是我。哎、欸，来了，复古普通帽子。哎、欸，武器来了，又来了。我目前还有什么没抽到啊？拜托不要给我鞋子就好。我觉得这一期我没有极限，可是为什么我的辛苦这么惨呢？火灵器，来了，拜托。哎、欸，第二套哎、欸，可以啦，这个很棒，这个很棒，一定有人要。我们继续。好欧洲的感觉啊！就是这样，喵，绝对火箭队嘛！现在实在太开心了。透明耳环，蓝发卷，我们看剩几箱，目前还有27，对，27，我们还有很大很大的希望，总共抽110个，对，足迹魔方，扩音器，剩下22个，21个，好，剩两组，接下来开始，等等。我怎么几抽没有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15抽没有嘞、欸，16抽，17抽，不会吧？18抽，19抽，我要去那个出事了，20抽什么都没有，完了，只要是刚刚太欧洲，所以要还债了吗？我们剩下13个，21个没有东西，22、23、24。哎、欸，有了哦，终于，拜托不要给我鞋子就好。
哎呀，才刚说最不想要鞋子，就来鞋子了。不过我们刚刚连续的四抽什么都没有，哇，真的是有点痛苦。刚那个就是开始还债了，还债还债，还死了。好，我们继续，真的还债还到爆，透明鞋子。啊，后面真的还债还到爆哎、欸，我剩几抽？看一下，还有五抽，四、三、二，还遥远。最后30抽只有一个翅膀哎、欸，这很夸张。好了，跟我们是抽完了，对，我们抽完了。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次总共抽了什么东西。我们总共抽了110抽，总共多少翅膀呢？来算给大家看吧。我们110抽，之前说过嘛，一组能够抽到一个就是均数了，均数了。好，来算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个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好各位，我们这一次呢，十一组时尚箱总共抽到15个翅膀，虽然说里面有非常多重复的东西，就像例如这个扑通扑通我的心跳壶就有4件，扑通扑通我的脸红就有3个，那复古仆人套服女就有2个，那其他的基本上就是都是只有1个啦，啊。各位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又觉得不错的话，记得按下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。那我是一个全职实况，会2-3天呢会播一支新的进化影片在我的 YT 频道上面哦。好，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为止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啦，大家拜拜。